大家好，我是林德燕。现在录的时间是礼拜四下午的三点十八分。今天行情很戏剧性哦，一开盘先跌个两百七十七点，当大家已经绝望的时候，十二点开始快速的拉抬，收盘剩下小跌三十点而已。所以教你们的，每天十二点到十二点半。 是在决定当天拉高收还是压低收关键的发动时间。今天从十二点十五分开始就开始往上拉抬了，所以每当十二点过后，行情开始在往上走的时候，你就要小心了。往往都是拉高收的行情啊，否则卖压当中最后杀出来就是压低。所以今天又是一很典型的，那今天尾盘拉抬上了一尾，而是进沪一尾啊。 看就知道了嘛，台积电、联电、力积电、旺宏、日月光、联发科，所有政府高持股的股票，在最后都快速的拉抬。台积电从破底到最后翻红涨两块钱，都是政府的杰作。那早盘为什么跌那么多？其实基本面没有差、啊，昨天美国股市表现也很稳定啊。 道琼跌九十九点而已，飞腾半导体还涨了零点七六帕，台北股市几乎跟美股是贴着走的，尤其是半导体股，飞腾半导体，飞腾半导体涨，台北股市八九不离十，隔天都是涨的。那飞腾半导体昨天涨了零点七六帕，为什么台北股市今天反而开盘就狂泻？我昨天跟大家讲过了嘛。 最近国际很多股市已经都创十月的高点了，比如说美股道琼，美股道琼短短四天时间已经涨了两千两百点，四天涨了两千两百点，破十月高点。欧洲股市的部分，法国也破十月的高点了，德国也破十月的高点了。 亚洲这一边，澳洲也来十月高点，南韩也来十月高点，日本也破十月高点，印度也破十月高点那反而只有台北股市，别人再过十月高，我们一直压在低档，涨一天跌一天，涨一天跌一,一天，这不管因，因为大陆中共二十大正在召开嘛。 二十大正在召开，美工美中角力战，两岸冲突的问题一直被搬上台面在讨论嘛。加上台积电的问题，每天都一直有会声会影的说法出来嘛。所以导致于台北股市被压抑住，其他国家股市已经创十月高，十月高是多少？一万三千九，反而我们现在还在一万两千多，今天最低一万两千。 六百九十八，98, 收盘在一万两千九百四十六，离十月高整整差了一千点，这个就是最大的原因嘛。中共二十大在召开，两岸问题每天都被讨论，美中在角力战，台湾变成夹心饼干，那台积电是核心的问题，所以这些问题把台北股市给压抑住。你知道中共二十大？ 什么时候开完？礼拜六。这礼拜六二十大会议结束，所以明天是最后一天。二十大过后，市场这个话题要开始慢慢的淡化掉，那就是台北股市反攻的时候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才会美国一直在创高，台北股市反而一直在被压抑住，对，这个原因呢。今天这根棒子叫什么？今天这根棒子这个。 叫做底部冲天炮，这种棒子非常少，非常少。每当出现这种底部冲天炮，那几乎八九不离十，就是反转的讯号出来了。等的就是确认啊，等的就是确认。所以我跟大家讲过，来到五年线这里一根金盖跌，再跌也跌不多。所以最近因为两岸。 问题跟台积电的问题，在中共二十大一直被讨论，所以台北股市被压在这里。那今天出现底部冲天炮之后，接下来只要这个底部的高点，底部高点在哪里？一万三千两百二十一点啊，只要一万两三千两百二十一点，这个电嘛就过关，底部就确认了。 就确认，今天是单日反转讯号，底部冲天炮。那接下来确认就是过一万三千两百二十一点这个平台，只要一过，这个行情马上会去攻十月高点。明天应该还有一天呢、啊，明天中共二十大还没开完，明天还有一天，还有可能会蹲下来。你没有买的，明天是你最后的机会。 啊，明天是你最后的机会。以分线的部分也出现很明显的讯号了。这是加权指数三十分的图形，你看一底比一底还低，越走越低。可是 MACD 的部分已经越走越高，越走越高，越走越高。像这种价格走低，指标开始走高，尤其是 MACD，这个都是大波段反转前的讯号。 所以分线出现这种 MACD 跟价格不断做背离的时候，爱注意哦，啊、哦，爱注意哦。今天尾盘拉的是有点急，所以明天还有再蹲下来一次的机会。明天再蹲下来，就是你最后要进场赶快进场的最后时机了。你看今天早盘如果下来，你啊刚买，尾盘拉上去，啊什么叫花喜 懂人卖我北部你看今天外资又继续卖了，今天外资持续卖一百二十七亿，可是大买台积旗进多单两千九百零九口，外资都不接出来先用台积电把盘压下去，然后他不买股票，他买台积旗四两拨千斤，一砸进户 A 股 A 盘，所以台积旗买进去。 政府一拉高，台资其实很叹急。那今天尾盘拉的比较凶，所以明天还有再蹲下来一次的机会。明天蹲下来，你别 Q 股票诶，务必要跟那个，啊务必要赶快进场，不要想太多。台湾经济真的很强，九月营收、第三季的营收获利，包含前三季的获利，全部都写下最新的记录。 唯一干扰我们的，除了外部国际的影响以外，地缘政治跟没信心、外资卖超，这个问题嘛。所以下礼拜大陆二十大开完之后，就是台北股市开始反攻的机会。你不用去关心指数，你跟着政府走就对了。我一直跟大家讲，跟着政府走，近乎非拉不可啊。 所以就锁定政府高持股的、担任董监事大股东的，get 其买入、出卖、入货啊，价格跌越深的越好，因为跌越深，它账面上亏损越严重啊。入眼中一入爱 q 啊，入眼中一入 IQ，三大基金亏损超过五千亿，对，这个都是人家劳工的退休金呐、啊。 所以他一定要想办法把它给拉上来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政府不会 O 不一定 U 一代秋冬高持股、挂情深的股票，一定是牛黑。所以你对政府的卡步行得丢啊。六档冲刺般的股票，三档高价，三档中价位，你把资金集中在这六只股票，看是要跟高价三档还是中价三档。我们是分两组，一组是。 喜欢做高价的，买高价是三档。那另外一组是资金可能没那么雄厚啊，甚至于比较喜欢做中低价的。你跟我买中价位的三档，都是今年持续赚大钱，价格跌很深，尤其政府基金在里面是高持股的。对，冲刺一号我送给你们的嘛。 两百五跌到八十几，我告诉你们，跌掉七十趴，跌掉七十趴，代表政府账上损失七十趴嘛，而且获利还创高，劳退跟公务人员退休金两个都是十大股东，所以的这个不会这个丢啊。这个资料我都送给你们了，很多人都知道我在说哪一只股票。对，加权指数还没来十月高点，它已经站上十月高点了。 我觉得他特别跟大家讲：莫睡啊熬苦来，有蹲下来赶快买。今天蹲下来，我们九十八块钱又买，九十八块买收盘一百块，嘛是现赚两块钱啦、啊，对不对这水时冲出去，已经领先大盘过十月高点了。瓦竹一根花杆能霸起啊！我相信很多人知道我在说哪一只股票。有索取资料的一定知道，那没有索取资料的，这种价格查一查，大家嘛，咱话的公多几？ 外资最近几乎大多数股票都被它调降，只有少数几档被它调升，对，所以很好查，还一次调升，今马个七八颗两档，花个两八四十颗，打个对折，你要赚个五十趴六十趴都跑不掉，绝对可以帮你把亏损的快速的要回来，对，冲刺二号，冲刺号今天一整天都是红盘呢、啊，一整天都涨两趴三趴。 你看股价跌到七十几趴去了，对，劳退基金也是它的大股东。我昨天给大家看过限行了吗？涨可能跨限行啊，这种限行已经来到十月高点，水洗也穷了。高票。我相信我在讲哪一次，大家应该知道，因为这种价格无规矩嘛，这种价钱的股票无规矩嘛。 今天大盘跌到两百七十几点，它还是涨两趴、涨三趴、啊，股嘛都不会赖。随时一过关警线，水时就开始冲啊！炒冲股票，随随便便都会回千元呐、啊。你如果资金部位够，喜欢做高价的这个股票，在六档股票里面，我认为这档股票的爆发力啊，这个股票爆发力是雄强的，因为股本小啊，只有个位数的股本而已。 所以你跟我一起锁定这六档股票，看你要做高价还是做中价的三基股票。我告你走啊，三基股票足够帮你把亏损给赢回来了。今天台积电早盘又是被压低的，关键到了尾盘一路拉上来翻红。台积电财报不用我多说了，现在不是财报的问题，好，现在是多空在对决。 外资在压盘，政府在护盘，因为台积电的问题一直被讨论，所以讨论到最后，大家已经不敢买。那最后要上来，还是要靠台积电上来，因为它占大盘的权重太高了。那台积电会走得比较慢，它是关键，会走得比较慢。联电价格优势比较低，所以联电招了也看近对我也是这样跟大家说的。啊。 连电也是劳退基金持股二点四趴的大股东，我昨天给大家看过了吗依照这个现形，依照这个现形，时间对称，三刚来底都会冲出去呀。一样不？你看我讲完之后，一二三，第三天就要冲就冲关啦、啊，已经过仅限三十九块钱啦、啊。大盘都还在低一点，它已经过十月高点了。你看今天连电就很强啊，对。 连电在九点五十分，诶九点五十分加权指数在多少？还跌两百多点呢、啊？加权指数还跌两百多点，连电已经翻红了。按我 g a m 是不是政府的股票你跌也卡波走得丢啊？尾盘拉上来，收盘涨了三点四趴，大盘还在跌，它已经涨三点四趴了，而且正式站上颈线，整个双底对称，今天过颈线。 最近外资一直在卖台积电，可是反而一直在买联电。你看，外资是一直买联电，供应商也一直在买联电，那已经不会砸板丢啊！啊，已经买了十万张进去了。所以外资是压台积电，趁机一直在进联电。为什么？因为联电不受美国晶片法的影响嘛，它是以承受制程为主嘛。另外一点，价格便宜嘛，价格低。 价格低，相对风险就低嘛，所以外资的考量也是安全型考量，卖台积电，买联电。另外一档力基电，我也比较过给大家看呐、啊，原本价格都比联电高，现在反而价格比联电低了二十几趴，所以说,说你如果要二选一，我个人觉得力基电会更安全，而且力基电空间会更大。你看力基电，这是力基电最新的图形。 双底也完成了，大盘还没上来，大盘离十月高点还有一千点，它已经来十月高点了。所以现在有很多股票，大盘还没上来，可是已经陆陆续续都攻到十月高点来了。这周围高票你可以优先锁定操作，尤其是政府有高持股的，那更棒。那利基链也是，价格一直破低，指标一直走高。 出现背离讯号，这种背离讯号都是大波段反转的讯号，所以你啊真正一惊，你买力七电，才三十块钱而已嘛。我这几天讲的时候还在二十八、二十九，今天都已经三十一了。那对你在龟壳的开始供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从二十八、二十九就开始讲了嘛，二八、二九开,开始讲了，现在都已经涨到三十一块钱了，三十一块钱也便宜啦。 这种刚杆够苦了，那叫金 q 你看，今天大盘跌两百七十点的时候，都下不来啦大盘跌两百七十点的时候，它在九点四十五分就翻红了。九点四十五分，大盘还正跌到两百七十两百七十点呢，大盘还在跌两百七十点，它就已经翻红了。啊安陆强不？这是领先的嘛，对不对？收盘。 涨了三点六八趴，今天涨到三点六八趴，一根金离害的股票啊，尤其又是筹码型的股票啊，又是中大型股、三八股业的股票，所以你如果真的会怕，那这种股票熊安转呢，几乎没有什么风险啊，几乎没有什么风险，八十块钱跌到剩二十几块，一年可以赚个六块半、六块六的股票，不会这种股票你的放心啊走啊，你就放心的买。 对，包含日月光、旺红这个都是政府高持股的，对日月光政府基金、台银劳退也是十大股东。那今年的获利不用多说，给你十四科至十五块，这把高给跌狗你也给电。今天日月光也是尾盘一路一路拉上来，所以说这个行情上了一位。 对，上了尾，弄近户的高票啊，对，大盘还跌两百多点，它就已经翻红了。弄近户的高票啊，旺红也是啊，对，尾盘一拉上来就翻红了。这个都已经，大盘怎么跌它已经都下不去了。目前股价都在九月的高点，九月高点在多少？跌满高啊。大盘九月在一万五，旺红目前的价位就在大盘九月的地方。 大盘这个个安拉涨又都是未来啊，也是政府高持股的股票啊，所以说你这个地方这个时候你就跟着政府走就对。劳退基金是望红的十大股东，北米个股你呢，又有个熟，有个有政府咧伙伴，对不价钱遐尼低，你咧惊虾米？联发科也是啊，劳退基金也是十大股东，大盘都还没上来，他已经。 慢慢摸都摸到十一月高点来了，外资最近是慢慢在加码联发科啊，联发科今天早盘跌十五块钱，尾盘拉上还剩下小跌七块钱而已，一档一档都是政府的股票，但这些股票股本比较大，它对指数的贡献有带动的效果。阿丽阿妹问，这种股票联电、万红对不对？利基电、日月光，你随便买。 黑龙嘅探钱卖了钱，伊报告给啊，政府秋冬勾票和你追那你如果要快，就要找筹码型的嘛，所以你看南电六百三，博到冲八气七十几趴，反而四个月营收历史新高。现在能够四个月营收历史新高，我看只有他而已。联电十一个月连装已经结束了，南电还正在继续当中。 如果没有错的话，十、十一、十二一样都继续创历史新高。我昨天给大家看过了嘛，这是已经上来十月高点了，大盘还没上来，它已经率先上来了。外资已经花个西亚里呀，啊，这种股票今天不来我来弄是 Q，有些还都是买啊。六档筹码型的股票，政府高持股、小筹码的股票，对，一号玲珑展啊你们都知道啊。 这既然，我乱中股票下来都是买，昨天一零七，好，昨天一零五，前天一零七，今天蹲下来九十八块钱，我们还是买啊，对不对？新参加会员空手的，我们今天下来九十八块钱是买是不回啊？收盘稍微七八空五块啊，当天忙上赚了两块半呢、啊，而、啊、且水时拢很冲的高票啊，对不对？天冲刺二号，对高价这支我上介你啊。 这乱东西不诶啦！今天大盘跌两百七十点，伊嘛是起三趴。盘中完全看不到黑的，一整天都是红的。这个随便都可以冲到一千元，立下被 k i l 卡起外挨喜欢做高价的这只我强力推荐。对，这支嘛袂歹，六百几块，即嘛剩两百几块。劳退邮政是他的最大股东。对，哦，这支花絮。 股本只有六亿而已，啊，股本只有六亿而已，三百跌到一百一，三叶高票也蛮好找的啦。我虽然没有开牌，也蛮好找的。劳退基金是十大股东，还仅一探底十五块呢，一年赚二十五块钱，股价才一百一而已。这用股票不敢買你，我们刚刚不聊，那边聊什么？对不对？我昨天给大家看过了嘛，冲刺五号，能给卡出来哦 依照时间周期计算，两内两天内就会冲出去哦。文亚不，是不是两天？你看清楚，对有,有？我前天说，依照这个时间周期，两天之内就会喷出去了。文亚不，这根黑棒哈，是不是两天多冷刚都冲出去天啊？今天大涨七趴啊，今大涨七趴，早上压下来的时候。 我通知新会员一二三赶快买，昨天参加的通知他们一百二三赶快买，最低一二点五，所以龙波也丢，比我们设定的价格还穿价，收盘一百三十五，从一二三急拉到 1, 3, 5, 一三五，就刚多只给停半，只刚多只给停半，啊只给停半嘛，没下密码，现在在一百三，一百三在哪里？ 一百三在这里而已,家而已啊，叠加尔啊，叠加尔，伊是对三百块落来，只嘛百三叠加尔。明天他还会再开第一次，明天他还会再开第一次，明天开低下来，那有上尾的机会啊，上尾的机会。对这一档，百四六啊，剩七十几。公务人员退休金是这家公司最大的股东。 今年只够赚只十四块，我的東一了光多就个人找下不？其实也蛮好找的啦。这是他最新的图形，已经开始慢慢上来了，指标也开始出现背离了，啊，出现背离了。这种背离都是反转的讯号。啊，股价才七十几块呢，今年赚十四块，去年十二块，今年十四块。中股票两没惊，中股票你根本都不用怕它。 有政府在里面，政府买在上面一路套下来，你买在下面，政府拉上去为自己解套，你跟着赚大钱的 deal 嘛。所以不要去担心那么多，跟着政府脚步走，全力跟我一起锁定这六档冲市股，三档高价，三档中价位，看你个人资金跟个人操作的习惯，喜欢做高价的，高价的三档税。 喜欢做中价的，中价位至三档带我走，后边能够半我月时间，会快速帮你把今年亏损的快速给赢回来，除非你放弃，那我也没话说。打算进来跟上我们脚步，我们副热线零二二三九二三九八八零二二三九二三九八八，祝您操作顺利。 本公司以往站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